下来这边做了一个叉，它蛮特别，它是不对称的叉。然后呢，斜肩到 XL 都你都可以拉斜肩，衣服弹到可以穿下两个七个月的妞妞，就是这么舒服，就是这么舒服。红色是我个人最大推的，不要担心不敢穿，它是很暗的酒红色。我觉得秋冬很少人在露肚子啦，所以呢，我就是给它一个小结，把这边稍微缩一下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它是有点微透。微透轻薄的针织，有看到吗？轻薄，有没有看到？看我的肚子，我觉得超厉害的，它的长度功效不是盖的吧？它的会穿起来超时尚利落的，它不是那种休闲灰，它是非常非常的专柜质感灰，搭起来大概就我现在这样的感觉。我还是要再三强调，它主要是布质有点微透，是非常非常性感好看的这样子的穿搭，就是有点微帅气的。然后颜色让我的肤色变超白，这个黑色够黑，布料够好，微微的有点小小很小很小的透，性感又好看，加上瘦长度，布料超赞，真的布料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